比赛来到第五局了，这一场比赛是威尔士公开赛64-32的比赛，丁俊晖面对威廉姆斯。这场比赛是7局4胜的比赛，威姆斯在第五局啊先上手，而且这个球形来看，威姆斯有机会拿下这局啊。那如果对方拿下这局的话，对手啊就来到了赛点局了。丁俊晖今天啊非常危险。今天这场比赛，威姆斯他的状态确实太好了。40。丁俊晖已经连赢两局了啊！看着这一局，威廉姆斯有没有机会出现失误啊？看着对方这个 K 球，效果一般。48。哇，这个球还打进，放进了。